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.3 卡池紧急调整，深褐在下半，仆人延长款新皮肤加混池来了。 5.3 卡池复刻角色出人意料，风龙王 V3 技能改动，换命之变，混池来了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的前瞻直播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5.2 卡池角色的相关消息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恰斯卡和欧洛伦 B3 技能的改动也终于是来了，其中恰斯卡就目前来看数值命座有所改动，灵命整体强度可观，暗命质变或许真是风龙王也说不定，不过毕竟才 B3， 就看后续有没有其他改动了。欧洛伦作为四星命座被砍了，但是成了通用拐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才是真相版本，除了已知的会有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登场外，复刻角色登场顺序安排也来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上半卡池是火神马威卡闲云登场，下半卡池是冰女茜特拉利申鹤登场。好家伙，等了这么久终于迎来了申鹤的复刻，不过这么一来，仆人、莱欧斯利、闪冰等角色大概率是要延期了。当然了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除了最近提到的夜兰新皮肤登场外，第二期离月混池据说也会开启。就目前来看，离月混池的角色分别有七七、克勤、甘雨、白竹、达达利亚，至于胡桃、叶兰就不知道会放谁了。钟离的话则是和温迪一样不会进混池，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已经越来越近，除了官方已经公布的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即将登场外，后续的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、仙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安排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，除了五星角色恰斯卡和四星角色欧洛外，还会有三位五星角色复刻。就之前汇总的消息来看，5.2 上半卡池林尼陪跑恰斯卡，下半双五星人权卡水龙王纳维莱特钟离复刻，想抽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提前囤原始了。而说起后续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最新的消息也终于来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会有两位新五角色登场，分别是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，其中火神在上半，冰女在下半。复刻角色的话，上半闲云陪跑火神，下半申鹤陪跑冰女， 5.3 作为海灯节版本，这两位角色复刻貌似也很正常。不过这么来看的话，之前提到的仆人莱欧斯利复刻看样子大概率是延期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5月3日海灯节版本，除了之前一直提到的会有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外，据说还会有三款新皮肤的登场，其中一款就是夜兰的，还是非常香的。后续的 5.4 卡池据说是平姥姥、伊安山登场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